猜一猜，这案台是干嘛的？烤冷面。烧烤。手抓饼啊。从烧烤里面猜。烤串，烤羊肉。烤羊肉串。鱿鱼。啊？鱿鱼吧。你喜欢吃啊？哎，我能看他们，如果他玩铲子的话，小的台子玩。你所一般看到的烤鱿鱼，一下手拿多少串？三五串吧。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，我口水已经流下来了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的。来，你先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詹东鹏，来自辽宁沈阳，今年29岁。29，看着显小哈。结婚了吗？没结婚，单身。烤鱿鱼烤了多少年了？烤鱿鱼烤了14年。14年，你是自己做老板还是帮老板烤？自己做老板。怪不得他不怕炒鱿鱼啊，他是自己给自己打工，他不怕呀哈。你觉得你自己烤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？就跟全国的烤鱿鱼的这个同伴们相比，你算是个什么水平？我可以跟他们 PK， 但是目前是不是最高的高手？我自认为还可以，一是销量。你怎么证明你销量最大？营业额啊。哦，你有几个店？我目前有两个。你两个？嗯。你两个一个月流水多少？大概多少钱？一天平均营业额1W 左右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稀里糊涂就火了。就最近这几年稀里糊涂就火了。你把自己烤糊涂了吧。啊，现在存了多少钱？现在没多少钱。大概几位数？7位数左右吧，应该没问题。那怎么找不到媳妇呢？太难了，比烤鱿鱼难多了。找女朋友能有烤鱿鱼难吗？太难了。你找过没有？找过，没成功啊。我喜欢她的，她不喜欢我。你都喜欢啥样？他喜欢我的，我还不喜欢他，这太难了。你看我们这有你喜欢那种款型的不？有啊。哪个？比如说穿白衣服这美女。你好。你好。您认识他？我不认识。这小哥你觉得咋样？7位数。挺好的呀。真好。哪好？说真的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本来以为你们认识，开玩笑。既然不认识，那就交个朋友呗。真的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哎，哇，太巧了。你喜欢吃烤鱿鱼吗？偶尔吃。你能天天吃吗？天天吃太上火了。你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吗？这得看他呀，这是两个人的事。那咱们吃了再说，好不好？好，行不行？好，请坐，请坐啊。行，就看你烤的咋样。平时你烤鱿鱼是为了生计，今天烤鱿鱼是为了幸福。你可千万别烤砸了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好，那咱还说什么？开始呗，开始。来。他的姿势很潇洒的，姑娘你好好看着啊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啊。哇，这手一把有多少串？2把？60串吗？60串。我们来看看他烤的特色是什么啊。说句实在话，像这么炎热的夏天烤还真的挺受罪的。这会儿是在室内还有空调，你平时的工作的环境没有空调吧？没有空调。看你瘦的。这样好霸气啊，你看那镜头里面好霸气。哇哦，看着好香啊。哎呦。好香好香啊。哇，我们这边都闻到香。帅，潇洒的样子，看着好像不难呢。不难，看着肯定不难。他要让每一串都烤熟就难了啊。这2头肌群和3头肌群肯定都锻炼得很强。今晚的鱿鱼由本公司买单，有没有尖叫声？哦，
奇迹的时刻马上要到了啊！还要放那么多油啊？我估计要燃烧一会儿。哇！太棒了！哇，好香啊，孜然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，来，哦，我先帮你们尝一下。啊，有啤酒就好了。我要是个女的，我就嫁给你。好吃吗？来尝一尝。来，姑娘，来来来，姑娘一起，来来上来，姑娘。哎，真不错哎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特别好。这个鱿鱼是我30多年来最好吃的鱿鱼。还有谁？还有谁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？我说啊，你有话筒啊，特好吃啊。怎么样？投资吗？你不是投资人吗？可以聊是吧？给我留点啊！太好吃了！好，我申请再来一个。好，不，他那个有还带偷的呢。来，请回，把剩下的拿着。拿着，这开心。献给姑娘。都拿着，人家献花，你献鱿鱼花。我得浇点汁儿啊。对，沾点汁儿，这叫生活有滋味。好了没？好了。好。啊，舞台交给你了啊！把鱿鱼当玫瑰，好，别说话，都在味道里了。说点啥呀？说点啥呀？不会说啥呀？哎，说实话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有一次性拿过这么多鱿鱼吗？第一次啊。这小伙子不太会说话啊，咱们也不是说要逼着你交朋友啊，这缘分嘛，碰上了。这小伙子呢，你也听见了，29岁，一直单身，彼此先从普通朋友交个朋友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真可以啊。哦，我相信每一个能够在工作上达到一定成绩，走上这个领域尖端的人，他应该也有理由，也有资格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因为他肯定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去付出心血，付出汗水，这样人应该在爱情上有所收获。那个你好，我叫战东鹏，来自辽宁沈阳，很高兴今天认识你。你好，我叫龙江南，叫楠楠。来自贵州。来，谢谢，来，两位下去休息一下。